的资深，就是没有吃到吃不完的那些干净的饭菜，然后把它从就是把它重新的就是把它放进去那个纸餐盒里面，然后送去给需要的人，那些就是需要的人有东西吃。然后恩典猪，就是因为那些纸餐盒都要钱买，所以我们恩典猪是计划就是把那些钱用来买纸餐。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，我相信你是我福分，我相信愿将我所求所想，耶稣我需要你，每时刻你带领我，平静心看你，我心